公司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。1853年，奥地利的冯乌雀迪奥斯将军放映了最原始的动画片。人类花了31年的时间让照片动起来，而今在数字视觉设计之路上也从未停止求索。思路在数字视觉设计之路上见证并引领了中国数字视觉设计的发展。我们为客户提供从创意、设计、制作、实施于一体的数字视觉设计整体解决方案。其中 CG 静态业务主要以效果图为表现形式，我们将设计师的方案图制作成具备表达力的图片或是影像。设计的领域包括建筑、规划、产品等等。我们帮助设计师更直观地表达设计概念，辅助设计师展示方案，赢得认可。而 CG 动态的业务，我们主要帮助客户制作富有感染力的影片，将客户的价值诉求通过影片的方式传播给受众，实现其商业及社会价值。而后再配合不同的场景搭建，设计出多种不同的感受模式，提升产品的体验感。对于 CG 集成业务，我们专注于数字化展览展示整体解决方案，建构了一支从策划、设计、多媒体、工程、研发到售后服务的专业团队，以空间设计为核心，以数字化创意为手段，为展览展示插上视觉的翅膀。在其他领域，我们同样勇于探索。CG 领域的云计算平台瑞云，服务于40多个国家，参与奥斯卡获奖短片及国际影视展参展影片的制作。2015年，与阿里云战略合作，开拓视觉云市场。在游戏美工方面，我们也有幸参与大型游戏的制作。在其他娱乐演艺领域也在加大尝试，希望能将数字视觉的魅力带到更广阔的领域。我们还有自己的培训业务，为行业及自身的发展提供人才储备。我们凭借自身10余年的创作经验，为客户提供数字视觉设计整体解决方案。我们的案例已覆盖全国及国外，我们将继续打造顶尖的设计、制作和研发团队，保持着活力与激情，持续开发新技术，引导市场的数字视觉体验趋势。围绕互动、体验、传播三大核心价值。